经过前几天的复仇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打不败小胖熊了，是因为他偷偷开了科技。接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粉丝昨天匹配到小胖熊的视频。我粉丝说他昨天玩游戏被一只熊使用加速挂给锤倒了，本来我是不信的，可看完这条视频我才发现正常人物是不可能跑这么快的，所以这波直接实锤了。可恶的小胖熊竟然敢开科技，真的是破坏别人玩游戏的体验，所以这局我就偷偷的和小胖熊匹配到了一局游戏里，哼，看我怎么让他原形毕露的。过了一会 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终于让我逮到他了，今天我倒要看看他开的什么科技。什么鬼，他竟然跑得比车还快，实锤了实锤了，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还真不敢相信呀。我作为一名海岛正义的玩家，绝不能让他破坏海岛的规则，我一定要逮到他。不好，那只臭熊又开始打人了，还是来晚了一步呀。哼，臭熊，你竟然敢开科技。小恐龙，你怎么在这？我已经盯你很久了，昨天听别人说你开了那个东西，没想到今天都让我撞见了吧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哼，就算我开了那个东西又能怎样，你能管得了我吗？我劝你赶紧离开这里，不然要是惹我生气了，我直接一拳淘汰你。呵呵，口气不小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你不就是一个小主播吗？还能是什么？哼，没错，虽然我是一名小主播，但是我还是一名正义的巡查员。我去巡查员，你快看后面有人。人呢？拜拜了，妮妮。小臭熊别跑，敢骗我给我等着。过了一会 A few moments later， 赶紧给我出来，我知道你就藏在里面。我都跑这么快了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别以为你开外挂我就追不到你，我另一个号一直在观战着你，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找到你，快给我把外挂删了，不然你就完了。这是你逼我的。不好人去哪了？可恶，你竟然敢开瞬移，你就不怕我封你号吗？我小号多着呢，谁怕你呀，哈哈，这局你就等着被淘汰吧。兄弟们，我该怎么办？难道这个游戏里面不允许正义的存在吗？大家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，怎么才能惩罚他呢？